六号可是采耳金河晚店。铁子们大家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又来了。哈哈哈。今天视频里这只耳朵里发炎出脓水了。耳朵外边有严重的湿疹，耳垂边都裂开了。现在开始老路子。从头开始铲铲。现在开始上面铲铲。接着左边铲铲。再来右边铲铲。慢慢铲，铲到底。最后下边再来铲一铲。这家皮可真够厚的。这么厚的家皮脓水肯定定是也少不了。接着铲，慢慢铲透，铲到底。铲到好家。这耳道也是挺深挺细的。差不多可以夹了。把边边碎碎的顺带的给带出来。开始上镊子往外揪。这么厚这么深，一定要慢慢的揪。铲的深，铲的透，揪的就利索。还不疼。看耳膜处还有耳壁上边都有脓水。镜头脏了，里面也出脓了。开始用我的金耳勺收拾残局了。耳壁都不敏感了。刮一下都感觉硬硬的。看到我勺子上的脓水了没有？掏出来这一大块，瞬间就利索了。外面的痂皮也刮一刮。就看视频上耳勺这力度。这耳朵里得有多硬多吃力。边边角角咔咔啦啦都给清理到。耳道口耳道边都是干皮。有的地方都已经开裂了。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用药护理了。看看全部小零食吧。